李小龙说过，我不怕练过一万种腿法的人，只怕将一种腿法练过一万遍的人。如果你真的能够老老实实的在这个99%的人都寻求捷径的年代把最基础的训练做下来，每次再好一点点，那你赢了。我们当下缺的就是在某件事上精益求精的精神。你看咱健身圈的大佬们，练来练去永远都少不了最基础的训练，万变不离其宗。